是。我最恨迟到的人，你要是迟到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也就算了，迟到三天，我都长出草了都。你挺大个体格子，挺大个脑瓜子，啥也不是，你吃那啥都赶不上热乎。谁赶不上热乎的啊？说什么话？谁赶不上？谁赶不上热乎的啊？行，你能赶上。废话，必须赶上。你咋才来呢？我不刚才。才来怎么的？才来怎么的？才来呢？怎的？才来呢？怎的？才来呢？怎才来呢？才来呢？才来呢？还怼我呀，这边还没好呢。干嘛去？我这讨厌的背后捣人呢，有什么话呢？你当面说啊，说话招干啥？是你三年前找的我吧？啊，对了，三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说啥事儿？哎呀，一个礼拜了，我都没看上大美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出大事了，结婚了？结什么婚呢？你不一个礼拜没看着大美了吗？啊，我两个礼拜没看着小米粒了，他俩在一起呢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啥心呢？还有一个人呢。谁呀？田笨笨。啊，这什么？这咋的？呀，你他俩在一起，这好啊好啊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？你知道不？田笨笨是咱们小区的妇女之友，那就有他的呗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怎么喜欢上大美姐的？大伙都知道吗？那我搁小区门口卖碗、青花瓷，然后他过来看了我一眼，往我这心咔咔咔的。看你一眼，你就喜欢上大美姐了。田笨笨学你做买卖呢，和小米粒在大美姐家卖面膜呢。你猜大美姐看他多少眼了？天哪，哎呀，鲁莽！咱俩共同的敌人是田笨笨。我怕小米粒喜欢上田笨笨，你怕大美姐喜欢上田笨笨，咱俩要想把田笨干倒的话，必须强强联合。你说一句我又不懂，你说咋整吧？咋整？竞争，卖面膜。走，就听我的，没错啊。哎，哎，姐，啊，感觉我们这款面膜美白效果怎么样？哎，姐，来看看。啊，呀。特好啊，那个保湿效果呢也特好。那价钱怎么样？特别想再便宜点。啊，姐，刚才不跟你说了吗？这是一次爱心活动，我们每卖出去一片面膜呢，就为希望工程捐一块钱。是，我卖面膜赚的钱也全部捐出去。就是我们买面膜的钱啊，每买一片面膜就一块钱捐给希望工程，然后你卖面膜的钱也都捐了。对，那好事儿啊，你知道我是很有爱心的。那行，那我就不砍价了。那行，姐，那你打算买几贴啊？哎，几贴，那是你姐我的风格吗？先来一箱。姐太大方了。姐你真大方啊。姐要一箱吗？刚才那个，刚才要，那就那什么吧。啊，那就去拿货去吧。我没钱。姐呢？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碰过现金了，微信支付不行吗？啊，行。大美啊，这一礼拜你干啥呀？看不着你。
我这一个礼拜没看见你，我老清静了，你怎么又出现了？出去。我两个礼拜没看着你了，你干啥去了？我这两个礼拜没看着你，我老清静了，你咋又出现了？出去。你俩干啥去了？我仨礼拜没看着你俩了啊。出去。出去。啊，行，那我直接把面膜取了啊。行。大梅姐，干什么？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女神，智商老高了，你咋能买她的东西呢？大哥，我没说你啊。王小倩，怎么回事你啊？不是你一个干物业的卖面膜，那不就等于一个修脚的给你做整容吗？谁整容了？谁整容了？不是不是，我没那意思，我没说你整容，我们俩也卖面膜呢。他俩都卖上面膜了，你信吗？谁信？价格便宜，坐吧，来。哎，你俩也坐，坐下。咱们比一比，坐下啊。那既然都是卖面膜的，咱们就比一比哈，咱们看一看谁家的面膜更有优势。姐，我们我先说，我先说，我先说啊，我先说。价格优势啊，对，价格。二位，说说吧，卖给他的面膜多少钱一斤单？哎，论贴，论贴卖，10块钱一贴。我们5块，10贴。你俩卖的那是创可贴吧？我想用创可贴把你嘴粘上。别，这么的，你帮我算一下啊。你们是10块钱一贴，他5块钱10贴。姐，你不用算了，差不了多少。嗯，你别蒙我，我跟你说。我好好算，你怎么差不了多少？你们这10块钱一贴，啊、他5块钱10贴，那差一倍呢，对不对？那小米粒，那你这面膜我就不能要了，太贵了，是吧？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。这样，那个他这不送我2贴吗？我就先这个用完这个，然后再买你那个，行不行？那不行，等你用完了，我们那就过期了。哪天到期啊？明天。什么呀！你们拿明天就过期的面膜给我，我这不白整了吗？谁整容了？谁整容了？不是，姐姐，你听我说完，我是想啊，让你先用用，如果好的话，明天我给你寄新的，新的，依然是5块钱10贴。你说是不是？我跟你俩在一起，他俩又误会了。王小倩，我不是，我都说你，我俩就是单纯的合作关系。你这里面有些事儿我都不愿意跟你说，你知不知道？姐，啊，我们这个面膜质量非常好，啊、是企业历史非常悠久、嗯，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。哎，田笨笨，你一个干物业的搁这谈文化呢？啊，跟我俩比文化呢？你啥文化？你啥文化？我高中文化。那你赢了，确实有文化。没文化，王小倩，我真发现了啊！你今天根本不是来买面膜的，对不对？你是来砸场的。对，砸的。姐，哥。姐，你慢慢说，你别乱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让你买我们的面膜，肯定买的放心。你不用看疗效，也不用看价格，你就看广告。笨笨。补水美白去黑头，养人养脸长颜值。选择面膜就要选择真美丽蚕丝面膜。让你真的美丽，欧巴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人家呢？因为你有一张动人心魄的、冰清玉洁的、美的不合常理的面容啊！欧巴，灿烂黑哟，选择真美丽，邂逅帅哥真容易，耶、yeah! yeah!！好，他这个好。
姐，你看我这面膜。邂逅帅哥真容易。好，姐，好，多浪漫呐！姐，你先别邂逅，听听我们的，我们也有广告，你听着，朱子哥。什么嘛？你是我的黄瓜，你是我的生菜，你是我的血肠，你是我的牛肉片。哇哦，原来我是火锅呀！哦，你不是我火锅，你是我的面膜。为什么我是你的面膜呀？因为我这样就可以把你一直贴到我的脸上呢。哎，你好坏，好坏，好坏耶！爱他就给他十里八屯最好的。大美丽，大美丽。边哭边磨边种地，哎，姐姐姐，哎，他这也挺好，你别听他们，他们明显就山寨产品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买我们的产品呢，我再额外送你四瓶眼霜，我送你八双袜子，我送你一个唇膏，我给你整盘黄瓜，我再送你两瓶限量版的补水喷雾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先讲，哎，别不是，姐，你看看，别看，别看，我跟你讲，哎哎，我的脸，哎。哎，你们纯牌是来霍霍我家来了？你看把我家弄的，好，我谁的都不要了，都走都走，小米，对不起，我不要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我谁的都不要了，卖个面膜值得吗？他们都给你，王小倩，你以为我卖这些面膜是为了我自己吗？我是想把卖面膜挣来的钱全部捐给希望工程，挺好个事儿，让脚稀碎。你们别让我再见到你！哎，小磊，哎，他说什么成？什么成？话你都听不明白，说你一事无成。哎呦，不对，他说什么成？啊，他说，希望不和你成，不滚一边去吧！明明听他说。